你们去说了，你们去说了。生生不息嘉年华第三轮的录制目前正在录制，两位飞行嘉宾已经曝光，分别是容祖儿和韦礼安，前者加入男队，后者加入女队。而且第三轮歌单已经曝光，女队被曝有九首歌，男队被曝有八首歌。最让人高兴的是周深终于和陈楚生合作了，两人合唱《凄美地》。据悉他们把这首歌改编成了稍微有些摇滚的风格，有网友放出了场馆外录音的彩排音频，两个人的声音简直太顶了，两个实力派终于能放开了去唱，真的期待这一期早点播出。周深还将和王心凌合唱王心凌经典歌曲睫毛弯弯，睫毛弯弯眼睛眨啊眨，话说到嘴边哎怎么会转弯要知道周深唱小情歌和小甜歌也是一绝，而且在此之前更是多次和王心凌合作互动，只是不知道这次两个人会不会一起唱跳，很期待双方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惊喜。另外孙楠汪苏泷合作 No Fire in My Heart 这首歌周深也翻唱过，算得上其比较出圈的翻唱之一。宋亚轩容祖儿合唱纪念日，古巨基胡彦斌合唱给给，陈楚生汪苏泷合唱拯救，古巨基宋亚轩合唱有共情，孙楠胡彦斌容祖儿合唱但求疼，葫芦七兄弟大合唱曾经的你。这轮的飞行嘉宾有容祖儿，容祖儿和周深、汪苏泷都比较熟悉，不知道现场会不会被 Q 到汪苏泷的比原唱还要好听的梗。最后这周六播出的一期是周深将和汪苏泷合唱《爱的供养》，大家一起期待吧。此外，2023年12月21日，国民歌手周深创下新纪录。
2023年微信指数全年均破亿，顶流歌手热度杠杠的，太牛了，请大家记住这个历史性时刻。2023微指数2023第122次破亿，今日破2亿，年初年头多台跨年晚会，春节多台春节晚会，常年多台晚会，四场大型音乐节，819深深感谢你个人演唱会，多首原唱歌曲，奔跑吧第七季和生态篇加生生不息嘉年华，两档国民音综以及网综舞台2023等等。周深总是真诚地感谢每一个听过自己歌声的人和生命，也会真诚地感谢每一个给自己唱歌机会的平台。他说自己每次登台都会紧张，究其原因就是太过热爱和敬畏舞台和音乐，也恰恰如此才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修音响和一次又一次的经验，吸引了无数路人的感叹和不可思议。周深永怀初心，所以从未迷失方向，也从不惧未来。所以接下来的时间你会看到至少五六个平台周深的跨年演出，比如央视、江苏卫视、北京卫视、小破站、大湾区等等。我们常说实至名归，那首先要有实才会名归，周深就是最好的诠释呀。你的肢体动作真的很多。前两年，都什么嘴呢？我第一次回答错误。我们的过程当中，希望大家能。你是国家公园的形象大使，相信今天选中你，你也会有非常好的表现。来，对不起这些。谢谢。你们要积极学习一下新知识。A。这不该给我们俩，给我前面故意捏完那两个所谓的，我那两个绒的，先飞完一圈更懵了。小屎棍儿，要这么说自己，这是脚，我还行，我们是棍儿，他们是新筷子兄弟，棍子兄弟。哦，是给野生菌上的小学，你们都吃掌中宝了，鸭舌、鸭脖子，你最不能吃鱼眼呢？说一种大家不知道的鱼，六眼飞鱼，它的眼多，那就说边吃里面的边鱼。你听清楚后面的声音了吗？不要当仙人掌！不要当仙人掌！这不是狗狗玩具。这个我觉得差不多。你们二个没有怪味。有。你好尴尬呀，我的活都干了。周深呀，这个时代需要周深。求求了，真的很尴尬。这个时代更尴尬，这个时代不能没有周深。西南王子，这是金南军的配的应援口号的 reaction。